小七小七，我准备参加一个新生代女团节目了，但是对自己的妆容有点不太自信。作为大前辈，你有什么女团妆容方面的建议吗？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首先呢，我觉得女团妆容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眼妆，不光要有漫画般的假睫毛，而且还要选择冰冰的眼影和闪粉。最后你可以再选择一些你非常喜欢的小贴纸、小钻来贴在自己脸上，是不是女团妆容轻松 get？ 对，但是我没理解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 get？ 那这不好办了吗？打开舞动新闪耀，所有的女团时尚妆容应有尽有，轻轻松松就能 get 自信妆容。